剧烈，就是一般的动态生长而已。动态生长。然后如果再来的话来讲呢？好，现在都厉害了呀。啊，我就是当去电影院，本地干那会当做卖场，安尼哦。啊，你下面去得力啊？三个下面。哎，你是在？是啊，拉上去，来，我帮你推一把，哎，站吧。今年是我们办的第三届的全台湾的超级体能联赛，今年是第三届，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了这样的活动，那一直在全台湾做这样推广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民体适能的运动，那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彰化的运动风气，好，然后藉由市长跟市民代表这边一起来合作办了这一次的2020超级体能联赛，然后邀请全台湾从南到北甚至花莲的选手都会来到现场。所以当天涌入大概上百人的选手，那会顺便带动一下整个彰化的观光跟运动风气。观光，以及这个善行车库的观光，跟彰化的古迹美食的观光啊，所以我们愿意跟所有各行各界的人办理大型的活动。我想基本上室内体能运动啊吼，这是一个风潮，包括咱这个第二停车场的 BOT 案。原本要招商的百货公司是没有室内体能的运动场所的规划，那我们又重新的走了一次都市计划，所以不但把电影院啊，还有这个室内运动场也纳入未来我们 BOT 的这个案子里面啊，起码现在运动是大概就受欢迎的，所以公所愿意加所有业界来配合这种运动。OK， 好。转的动作，这时候可以把你的胸打开。然后每天如果在办公室坐比较久的话，你的胸会比较紧张一些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可以帮到你的整个脊柱的部分可以得到一些缓和。一样的，这边的部分，在这个姿势。